快跑啊，两个小福尼，呵呵，哎，你看我都跑了。哦呦，这个地裂了，它不会砸下去吧？啊，哎，有个开关。哦，我还以为开关是开这个地裂的呢。哇 ！Hello， 巴德巴迪，我是杜德斯。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玩《星之芭比》啊，不是开卡比探索啊，发现，哈哈，走，前往世界第一图。嘿，嘟噜噜噜噜噜。哇，又到了熟悉的自然操园。上次我们玩到了啊，就是个隧道啊，穿过了隧道，我们随即来到了啊滚石道路。哦哦，难不成我这回可以变成一个大石球吗？就啊，石头包满嘴。哇哦，卡比来了哟，草丛中的小福尼，来追我呀啊！哎，草不见我，把你吃喽。呜，好，接着往这边。这上面啥玩意啊？哇，大刺猬！哎，哈哈，想扎我是吧？哦，看我的大嘴巴，哼哼，一口吸完，哎，我吞。哦，刺猬卡比啊，不对，我叫真。哦，为啥只有一个字呢？啊，叫我真卡比也行呢。哎，咋样啊？哦，还射我？哎，你射得着我吗？我有刺猬装甲。哎，来呀，哎，我滚到你了，哈哈。哦，往这边滚。哦，我的刺。会慢慢变短的是吗？哦，这个面包能不能扎呀？我试看。啥玩意啊？我被打了。哼，别着急，哎，我又变回来了，扎面包。哦，啊，直接吸过来了，也没有扎。哎，我能不能跟他怼刺儿啊？哎，嘿嘿，哦，我能扎这么大一个刺猬的吗？啊，哎，话说这应该是个枪吧？我来吸吸它试试看啊。哎，别射了，哦，射到我口里还得刷牙。哦，探寻队，哦，啊，不愧是探寻队哈，我还有个灯在头上呢。哇哦，我这个头灯真的可以照明哎，哦，大白天开灯，哦，傻了好吧。嗯，哎，吃我一枪小蘑菇，他死不了，哦，不愧是折磨模式，这是，哦，血就是厚啊，这小怪。我这是有瞄准的吗？啊，我试看。哦，我可以蓄力瞄准，再看。哎，来嘛，哈哈，看我的蓄力冲击波，砰！哦，射了好大个心儿啊！啊呀，吃个 banana， 嘿嘿，哎，哦，滚石道路啊，我可以吸石头吗？我试试看。啊，来啊，这没吸进去。啊，哎呦，啊，吸不了，赶紧走，好吧。做回我的探寻队，嘿嘿，哎，我射，哎，吧唧再一枪，哎，我如果不瞄准的话，能不能射上面啊？啊，不行啊，我这卡比是个瞎子，好吧，哈哈，嗯，哦，吃到一个樱桃，好，跑过去，啊哈，小刺猬，我射它是没用的，我天，它这个刺这么厉害的吗？啊，哇，它被压死了，哎，怎么没压死的啊？哇，哦。他这种尖刺状态下他是无敌的吗？难道我再给你一枪，哎呦，三枪都没用啊，别追我了，来，追我呀，追我，滚不死他，滚不死，哎，别着急，哎，来个蓄力攻击，冲，直接打飞喽。好，再把上面这个砖块打下来，等来接到个绿星星，哎，前面有个靶子，哎，哦，我要打靶了，哎，先把这个枪手打死，哈哈，啊，接着打这个靶，啊，瞄准一波，哎，我这个准心还挺大，哎，哦，解锁了那边的小石墙，嗯，哎，有个瓦德鲁迪，哎嘛，哈哈，哈哈，哦，拯救瓦德鲁迪，啊，还差三个，嗯，看看啊，另外三个在哪儿呢？不愧是滚石道路，怎么这么多滚石呢？啊，又不能吃，这是，哼。嗯，哎，等会儿上面有个亮晶晶的东西，哦，给我引路呢，哎，让我 S 型的跑是吧？哎 ，S， 哎，我，哎，跑过头了啊！原来让我在这儿歇个脚，嘿嘿，嗯，哎，我刚刚见了个大红星，发现上坡旁的岔路，哇哦，这里不会有什么好东西吧？哎，两个小蘑菇，哎，前面有个大球爆满嘴，嘿，嗯，等着。把这蘑菇解决了，啊哈，洗了个玉米，哎，接着塞满嘴，哦，巨蛋塞满嘴，这里面啥呢？啊，不是瓦德鲁迪，是个扭蛋，哎，我捡，哈哈，
哎，这上面应该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吧？让我瞅瞅啊，千万不能漏掉了。貌似没有了，嘿，赶紧的，趁现在，哎，下来接个小花。好，走这个小道。完美通过。哟，是我呢？看我跟你对枪，哈哈，咋样啊？哎，怼的，擦弹而过，没有擦到他的子弹，呵呵，没关系我又变回来了。看我的，我怼不过他这个石头子弹，哇，就是强哈，呵呵，哇，不愧是原装的，他又怎么样呢？还是把你射死了，好，射个靶子，哇，隐藏的大门，哟，这里面会是嘛呀？哎呦，呵呵，不会又是个瓦德鲁迪吧？哎，枪手的帽子，哎，我捡，不能迭代是吗？好，往上走。打靶子先打底下的哈，感觉上面的慢慢降下来得降好久。好，打完之后再打这仨。我能不能一箭双雕？三雕，来嘛，嘿，没有瞄准，太强了吧我。这箱子怎么在晃啊？哇，不出我所料果真是瓦德鲁迪。嗨，还差俩了再见。我能跳下去吧？哇，不行，有空气墙拦着我自尽。往这边走。又回来了。射不着我，来，看我的走位，灵活吧？直接把你打丢喽。接着往这边。好。这里不会有什么机关吧？为什么只有这么一条狭长的小路呢？悬崖峭壁上的郁金香，这个地方它亮了。我捡，哇，就捡了个浏览。浏览有啥用呢？在三个树桩上小憩。What？ 我干过这事儿吗？这真是运气可嘉呀！不是，这楼顶上一个大石头是哪来的？还想赚到我是吗？快跑啊，两个小福尼，你看我都跑喽。这个地裂了，它不会砸下去吧？有个开关。我还以为开关是开这个地裂的呢。我怎么被它顺下去了呢？一起给它带走了，这是。一个热狗，还有个瓦德鲁迪。还差一个了，最后一个在哪儿的？不会在易拉罐里吧？那是不可能的。小蘑菇，来呀！你这个黄杆杆红伞伞，砰！打走了。炸弹人，这边应该没什么隐藏的东西吧？让我瞅瞅怕是没有了。来炸我呀！我是不是可以锁定他了呀？我试试看好平常的是个圈。我锁定之后不出我所料，锁定之后他就是个心了。我又可以当车手了吗？探险车来吧！闪电漂移，飘过去了，好险峻的道路，太强了，太强了！在这里磨叽一会儿，再过去。我撞到啥了刚刚我撞石头了还好保险杠没掉，好呀，飞上去，撞到别人家了。这是瓦德鲁迪家是吗？私闯瓦德鲁迪宅，这是。好，再往这边。我还以为这是石头不会滚呢，这是。来吧，见缝插针，好，直接接了这个瓦德鲁迪。安全行驶也算一条了呀。我刚刚解锁了一个安全行驶的成就未掉下悬崖，大满贯呢这回，得到个小福尼，他叫加鲁鲁菲，什么名字这是？跟福尼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。他叫个加鲁福尼不就完事了？新的关卡，一起去阿莱布尔，啥玩意？十个瓦德鲁迪全部解锁了。时空裂缝又来了。这回两个烈火宝藏。探寻队宝藏。
诶，我来挑战一下这个看看。嗯，开始。哈嗨，击中吧，彼岸的目标。哦，好中二的说法。嗯，哦，彼岸的目标来啦。咚，呜呼，就这样。啊，我就在这打靶呗。这么简单的吗？啊，我发现我不射到他，那个靶都会没有哎。被这个子弹的气给震没了吗？难道？嘿，哼，还想射我是吧？啊，哎，来瞄一波上面，咚，好，接着下面两个，咚，啊哈，趁他砸下来的一刹那之间，哎，击中了靶子，咦，哦，只有三个狙击手，来呀，啊，我怕你们吗？哦，差点被射到了，哼哼，那是你，咚，呜呼，好。上面这两个飞行靶，先把中间的打了。嗯，差一点就被夹住了。这是这个，歪，接着是左边，丢，哈哈，完美击中。哎，我这是过关了吗？呼呼，还有几个陀螺头。哎，嘿嘿，我让你们转呢啊，排成一队转，真是，哎，一锅端喽。哦，得到个水晶彩色星。嗯，获得稀有石。哇，最佳记录。那不然呢，也没人挑战我呀，这是。哎，他不是两颗星吗？怎么只给我一个星呢？啊，可能只是两星的难度，好吧。好了，那么本期视频先到这里吧。生活往往比游戏更有趣，毕竟在这世上有个被称之为你的奇迹。我们下期见。 Enjoy Wonderful Life。